我是杨达靖。魔警是香港导演林超贤的最新作品，由吴彦祖、张家辉同台演出。吴彦祖在片中的表现非常的精彩，展现这个人格分裂的演技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其实导演林超贤想要讲的就是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点恶，对，恶并不可怕，但是可怕的是你让这个恶慢慢的蔓延下去。金庸奖导演陈慧琳初登大荧幕之作只要一分钟。我一看的时候还真不觉得它是台湾电影，它把台北或是全台湾拍的好像一个日本电影的感觉。果然它有拍出了这个日本纯爱电影的一个质感。本周带你来看魔幻警匪片《魔警》，疗愈系国片只要一分钟。5月9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